最近频频的发生大地震，真的是祸不单行啊！天下已经这么严重的瘟疫的病了，又加上四大不调的双重灾情，想一想，这不都是天下大灾难吗？大自然的灾情，这种极疫病的疫情，还有人类平常所制造出来的祸端，所以呢，延伸到现在，这都是很令人感叹哦。那病毒啊，也是真可怕哦。那天下的四大不调灾情也很可怕，实际人。不管到哪里，都是呢蓝天白云出现的时候，不管什么灾情，他们的出现就是救灾救难。是啊，想起了救灾救难了，一定会想到了观世音菩萨，还有地藏菩萨啊，当然有发菩萨心的菩萨，总是呢不忍众生苦。可是特别这两尊菩萨，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啊，慈眼来视众生啊，不忍心哦。地藏菩萨发的愿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。地狱怎么能空呢？因为众生啊不断的造业啊，众生啊意念呢那么的无穷尽的宽阔，那是身无底洞，那样的意念如何不造业，如何不堕落地狱？还没有堕落地狱之前，在人间呐，因缘果报呢就开始现前呐，天下灾难平传，这都是给予人类一种提醒警惕。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心啊这意念啊赶快收缩起来，收缩一下，还要把那一份的无明也要赶快清除一下，这叫做反省，这叫做即使要赶快大忏悔。你反省呢不忏悔，还是呢这样的罪孽罪孽啊，还是无法消除。所以我们呢现在要知道自己过去真作业啦，很多很多的国家呢都是闻这冠病疫情，每一个国家再强的国家怕呀，这人人啊要知道，这都是
众生所造就的，过去的造的，大概爱反省。一年中呢，就是七七零亿多的生命，在每一个人的开口吞噬啊，敢知呀？遐个呢？被当要被杀的时候，我怨我恨呐、啊，我会找你，我会报。加累积起来的那个力量就大了，大到现在散播在这样的你看不到摸不着的人与人之间。现在呢，这样的病毒要把它叫做什么形态？地佛教的名称里面蒙亮，地藏经呢也有善业归王，就是众生共业啦。这无反省的时间，不觉悟的时刻，大家在诵经的时候，以为呢，那是在经典文字读读的都过去啊，读遐的文字都会消灾，会啊，遐的文字呢，是要让你们知道，要警惕哦，有警惕啦，要自己反省，可能自己有做过。赶快及时呢忏悔，不是要碰到什么事情求饶啊才来忏悔，不是。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人人都要求饶啊，啊叫不敢啦，饶恕我啦，宽恕我啦，不是这样两点。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的人人启动，要行动出来，恕一切，你一持斋，同时就是守戒啦。你不持斋呢，你说你守戒都没有用，因为呢，你嘴巴还在吃啊。你还在呢，还在诛杀呀，还在呢，死人杀生啊！哎呦，就是持斋。最近呐、啊，听到慈济人呐、啊，哇，一直呢很殷勤的去做寿星，一滴上一滴上，不只是这样呐、啊，慈济人呢。当然啦，这一念心，要叫大家人受信，咱呢一直做。只是呢，主气吼多一个机构，做一个机构，他们呢吃了回家还不都是？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全家，他们的全家。自己就要赶快觉悟，做数的来推动。现在的慈济人啊，普遍都在一滴送餐。你送餐，你不送的时候呢，还不都是回归？是不是要他？你这么虔诚啦，你吃一天嘛好啦，两天嘛好啦。那我就后悔了，很感慨，为什么叫不醒呢？刚才叫伊讲哦，你醒起来啦，吃一个啦，吃好过去困啦，赶快来独立。总而言之呢，你叫醒他，为什么不要让他多清醒一点？总现在。真的要好好的用心，现在呢真的是挡不住遮不住的这样的
疫情啊，是安尼已经呢一直传出去啦，这很令人担心哦。那总而言之，请大家呢要怎样向着天地求饶，要感恩呢过去的平安。我们看到人呢，要多用心啊，劝树如树哈、哦。那人人呢用心来推动，这才是呢根本呐、啊。